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有黄色的雨伞啊？因为下雨啊。我觉得他蛮贴心的，他们就是下雨的话，他会。他会发就是黄色的，有就是他们自己的雨伞，这要还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蛮贴心的事情。然后现在是半夜2点多，然后人还是蛮多的，然后旁边都有一些小吃，有没有？肚子饿，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半夜的。要等多久？就是、东西到底要等多久？会不会比我们下午的排队时间还要慢？会，我觉得会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现在是对，就是寒假关系吗？还是大概全部超多人？因为他们在走很慢啊，往走一小段一小段。我上次是一次就走完了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又动了，走。小公主。好湿啊！走了！妈妈，小心！我这边有一个，好多那个特斯拉恐龙。这是超能力霸王的那个啦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吗？我怎么都喜欢。走了。对啊。在哪？在干嘛？你快到吃素的那个怪兽，在他们家过。哎呦，抱歉了。这个这是什么？这个怪物啊？双尾兽。你想要跟他说，让他买一次回家吗？不要，对，很好，没错。跌下去，这是在地上的，来把它放回去。对。好，然后去，走，往前走。娜娜，走。钢铁巨人。又来，走了。娜娜是那个。我觉得他们，娜娜来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他只要写一滴齿白两倍，你就觉得很想买。但是因为你看不懂其他的文字，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就很好用的。真的。有没有？然后我跟大家介绍，千万不要买那个19块的。这个吗？我们上次买这个牙刷。这个天哪，我跟你讲。那个是在钢刷。对。奶奶，小心。好，奶奶。我看过茄子，要7块。对啊，来小心啊。然后我们来右转。这边都是阿 U 想吃又不能吃的地方。啊，我没有想吃啊。人也太多了吧？对不对，阿 U？ 是不是？多。怎么样？在干嘛？六九。都是六九。你要去哪里？妈妈在这了，妈妈在这，来。对。妈妈来，快点。你可以让哥哥拿吗？你提的这个撞到人家，是不是？健身的，算了，明天再见吧。这里真的超多零食，然后果冻也好吃。那你知道我们家也超多零食这些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买。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走过这一区。娜娜来，娜娜来这里。这是我之前调味的。娜娜这边。好香啊！哦，干香菇。调味料，小心啊！没有那个，我想买日本寿司酱油。哪里？就是我不知道呀。哦。娜娜来。走。我也想吃意大利面啊，什么血肉，看起来很脆。买啊。小皮一罐卖什么？一篮拉面。因为我们有一罐这个。叉烧面。
哦，哎，妈妈，你看这一罐要340元。来来来，你走太快了。那一兰的拉面在这里，来，哎呦来。左边我看一下有没有日式酱。没有，我想看这个。爸爸爸。哦，这个是那个。爸爸。这个他们就是很爱。爸爸爸。妈妈，烤肉酱。妈妈爸爸。妈妈爸爸。啊，妈妈抱抱，来，爸爸拿。买乌龙面给他们。爸爸就。好啊。可以啊，好。哥哥拿哈，让哥哥帮忙。对。好多的拉面，来小心哦。来，阿姨。其他的，他想吃其他。哦，还有很多咖喱酱。我在想，爸爸很想要是什么东西？咖喱酱。你帮我找那个酱油啊，就是那种沙西米吃的。楼下吧，楼下不是有那个，你楼下不是有寿司吗？对不对？沙西米酱汁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楼下。走，去楼下。小心哦，不要撞到人家哦。我们加沙拉那种洋葱胡麻酱。嗯。才一。这里出钱一冰很便宜耶，才99。你之前你看是不是？全年比较贵好像，来小心。嗯。好啦，我下楼了。我在想这是什么，就吃干贝。725。好，我们下去吧。都是水果了。哦。高丽菜，这都日本的哦。啊，你婆婆最爱买的日本的葡萄。葡萄。对。来来来。他这些东西都全部都是我。后面有，后面有。好贵哦。哇，天哪。干嘛？不要在那边流口水，走了。鲷鱼烧，对。拉面拿了。真的、哦。对啊，半圆的。哦，还蛮方便的。要买吗？上次我在买炒面了。炒面。对啊。披萨，饺子都还是要自己煎。当然，现成的这个披萨。这饺子都还是要自己煎。当然要啊，它只是包好给你而已。哇，牛排、绞肉。然后这里有很多就是像锅锅的那些汤头。哦。牛排。给他。和牛。哇。它这里有那个海胆。你有看到吗？爸爸拿。不用的，爸爸拿，爸爸拿。拿吗？拿吗？哦，这海胆很漂亮哎。这有寿司。晚上宵夜寿司就收起来了。半夜大会。九。哇。
又变你拿了。哎，寿司在这了。有两个。来，你看一下 Yuna， 对。这是什么？丸子啊。腌吃的，他把腌吃的都没有了。对，那应该是被拿光，他就没有在做了。爸。好漂亮。我觉得你头发超级乱，因为你刚刚戴帽子，所以说有被弄比较乱。欢迎光临东东东起司门店，一楼有精选超值的，请问还是要拿起司吧？接到丰盈区外广场的烤地瓜，是啊。韩立被超过，欢迎新南京政府房政策实施一下。我刚刚以为我看错了。我想说，哎，一百一怎么那么便宜？因为我上次看，我上次的那个气质没有。设置酒精，提供消毒，请多善加利用。那东西会一直在换。感谢您光临，祝您购物愉快。